你给林夕送药了？啊，没有啊，真没有。坏了，喂，喂，林夕，送的那个药可能真的有问题。你还记得3年前建筑博览吗？那家公司为了竞标，在你的感冒药里做了手脚。给你送药这个人肯定是想趁你病要你命。这个药来路不明，你先问一下配送公司，查查到底是谁这么阴毒。明白。你说他如果进了痔疮膏，那里面会不会有辣椒酱啊？没有辣椒酱。药是我送的，我先吃。你刚刚不是你送的吗？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不是，药是你送的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们什么情况？不是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我现在就拉群，以后你们两位想沟通可以直接联系，不用通过我转达 ，OK？ 感谢肖总对乙方的关心，您放心。我一定好好准备标书，哪怕熬几个通宵，也绝对不辱使命。怕被投毒啊？一个朋友送的。什么朋友？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知道你有痔疮。我没有痔疮。许个愿吧，谢谢。喜欢吗？128个G，可读取速度达到1兆每秒。